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南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陈皮猪肉馅养冬瓜。吸好件的冬瓜有八件，将冬瓜飞水三分钟时间左右，凉透后之后备用。将冬瓜吸干水分，放上少许的盐，撒上少许的生粉，揚上適量的豬肉餡。這個陳皮豬肉我們有視頻已經介紹過，大家可以留意視頻上方的推薦。這個飛好水的冬瓜，如果大家可以選擇蝦餃餡、魚餃餡也是可以的。這個菜式簡單方便，清淡可口，老少咸宜。养好馅的冬瓜蒸十分钟时间，采用猛火，熟后放上虾子、香西，做一个装饰，菜式更加美味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屋企做些品尝。如你喜欢视频，请你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多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